这个水全部把它挡住了，对，至少它能工作。对，好了吗？现在水压出来了，看到吗？那水全部在外面，这里面是没有水的，看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面就可以看得到，水全部是在这外面这一圈，还有就是这个螺丝这口位置，但是这个会它会被这个防水线挡住，你看明白吗？那水流进不去。